近日，宋佳登上某杂志五月刊封面，照片中的宋佳短发蓬松，神态慵懒，身穿黑白丝绸睡衣套装，凝视镜头。在这组时尚大片中，宋佳会以阔肩造型夹克搭配短裙先锋时尚，或身穿廓形大衣与同色系造型腰封相配，利落大方；或身穿黑色套装，静坐在光影之下，整套大片美艳迷离，光影的效果更是让大片充满着复古感。而宋佳在光影中自在漫步，诠释出别样慵懒风。